是来自香港的吴景聪，有请中国香港选手红光选手吴景聪。比赛是60公斤的赛事，吴景聪现年25岁，身高1米68，体重是60公斤，战绩方面有22胜6负，他是香港太极理事会3届拳王的宝座，这位选手来自中国香港，年龄25岁，身高68，体重60公斤，22胜6负，他是多场香港泰拳比赛的冠军。来自香港的景聪，我来给你掌声鼓励他们先啦。参加昆仑决的比赛，4人赛冠军。至于南方选手，就是来自中国的陈志伟。有请南方选手，来自中国的陈志伟。陈志伟年龄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米68，磅数方面是60kg，战绩是35胜10负。女女员，2014海峡两岸暨广播泰拳邀请赛的亚军，2013年湖南湘西王真霸赛冠军。这位选手来自中国湖南，身高68，体重65公斤，35胜10负，在海峡两岸及湖南拳王争霸赛当中获得冠军。以上是中国金腰带的预赛二，换言之，这位选手胜出就将会进入决赛。这场比赛也是一场预赛，谁获胜将和上一场获胜者争夺冠军。这场是60公斤级的赛事，同样你是3个回合的赛事，3分钟的赛，1分钟休息，拳脚争失都会打齐。
第二回合。代表中国奥赛协会致送纪念物俾赞助商，麻烦你份工。